新西兰亚洲体育文化街将于2020年的2月29号和3月1号，在奥克兰西区的 The Trust Arena 举行。到目前为止呢，你们看就是新化会，我们在其实过去两个多月已经筹备了好多，我们很多年轻的团队，像亮啊，他们年轻的跟大。今年呢，我们把台球、足球项目引进到这一次的体育文化节。首先，我要非常感谢饶主席，还有我们的武秘书长对于我们的辣妈团队的信任。非常感谢主办方给我机会，然后让我来给各位成功人士啊介绍我们这边的家庭互动板块，带去很多小朋友的互动的活动，而且会给大家带去更多可爱的卡通形象的支持。30秒以后就脱不了，30秒脱不了，就别说后边了。我们会给当地的小朋友做一些航空。